说乌兹别克斯坦女子体操运动员路易扎·加柳琳娜，她的尿样被检测含有兴奋剂成分，因此国际奥委会取消她的奥运会参赛资格。她是第三名因药检不合格被开除出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。作为初犯，20岁的加柳琳娜将会面临最高2年的禁赛处罚。